美女，你衣服穿反了，那个人在笑你。哎呀，你衣服穿反了。我知道了，大姐，你这是公司，我不可能在这里换吧？公共场合你叫我在这里脱呀？哎呀，可是你现在往这边下楼的话是公园，这个点人可多了，那人家不得都笑话你啊？再说了，公司下班的人，再说了，现在公司都下班，人走的差不多，我帮你挡着，你换一下吧。那行吧，你帮我挡着你啊。哟，你这个穿好了怎么这么显瘦啊？刚刚明明看你脱掉以后很胖的呀。其实啊，我自己做大码服装的，这些衣服裤子都是大码版型，很遮肉的。你看，不怕你笑话，我肚子啊挺大的，这种高腰深裆的裤子才能把这些肉给遮起来，而且啊又带弹力，穿着不勒，可舒服了。哇塞，那这么好的裤子在哪里买的呀？就是点头相亲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，才59.9嘞。那行，回头我去给我姐买一条，谢谢啊。